火头军科照开播，炊事班的故事，原班人马。该剧以退转军人再就业为背景，讲述了某部炊事班战士退伍后，联合其他老战友，创建并经营一所客栈，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故事。做菜的精髓在于若干，适量和少许，掌握好了这几个度，你就成名厨了，还记得吗？火箭少女101先造型曝光， M 能打几分，黄宝带领一出好戏，主演登上快乐大本营，黄渤王迅改编版师上线，小骄傲张艺兴第十次登上快本舞台，机智演绎爱的供养，这个剧组太有梗了。中国新说唱工业舞台潘玮柏忘词，冷静处理，机智救场，事后采访他说，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误，不能接受，不找借口不逃避，潘玮柏值得瑞斯白了。祝单生日微博发文，好吧，那就祝我生日快乐，哈哈，每年一拍，配了两张和周一围的合资拍，两个人是不是越来越有夫妻相了？明星大侦探第四季要来了，要是真的话，能不能期待下原版人马，还能看到和扫鬼白欧的相爱相杀吗？青春芒果夜火热开唱，朱一龙、陈立农、张杰、王鹤棣等一众明星齐聚长沙，朱一龙现场小伴，凌潇肃竟然演唱了《回家的诱惑》主题曲，魔性的旋律又一次在脑海中回旋不断，橘子君独家福利，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Juzy, 优日发送朱一龙，查看明星独家新闻，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，快关注起来吧。张先生两年前 INS 费八，祝你幸福。2016年5月炫耀和金小钟相恋，6月张先生发文 Travelmaker 也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故事，为碧霞微博晒出旅行照片，比基尼加短裙，他真的52岁了吗？保养秘方分享一下，于正松口《延禧攻略》改为日播，随后微博否认，播出不归我们管。这两天的剧情是不是虐得心肝脾肺肾都有点疼？一家五口长江游泳一忙，原本是为了两个孩子举办升学宴的日子，结果暑假来临，不管做什么还是安全第一，大飞的去见女友，却因修眉毛敷面膜耽误飞机。又是一则来自1818黄金眼的新闻，要是分手了，这个推销员应该负全部责任吧。驾神超标又出事了，江苏五岁女童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，原因就是家中甲醛超标，但这栋房子已经装修了7年，甲醛依旧没有达到标准，是贪图便宜还是甲醛质量不合格，监管部门有没有责任？教育吗？感动吗？不感动不感动。每日一猜，今天的话题是重温次数最多的一本小说是橘子君独家福利，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 Juzy 发送朱一龙，查看明星独家新闻，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，快关注起来吧。最感人的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